美人鳄。传说学校废弃的游泳池里住着一只美人鳄，土妹十分好奇，想看看美人鳄究竟有多美，便一个人来到泳池边，可连一只鱼也没发现，于是便问正在游泳的男生，你有看见美人鳄吗？谁知男生说了一句话，土妹立刻吓晕了过去，这是为什么呢？